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？你踩我脚？哎，我记得就是在这儿，高二还是高三有一次。高二。我跟某人买炸鸡，结果呢，在这个巷子里正准备吃的时候呢，遇到了一条狗，然后某人撒腿就跑，他一跑狗就追，狗越追他越跑。 然后我就说你别跑，你这样你把炸鸡拿着，我拿石头去扔它。结果我炸鸡刚给某人，他倒好，拿着炸鸡就扔出去了。哎，你说你啊，1米8的个儿，1.8毫米的小胆儿，搞得跟你没跑似的。哎，那你跑了我才跑的好不好？你不跑我肯定不跑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 那条狗现在说不定已经在极乐世界了。嗯，不过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跟它重逢的话，我肯定不会就那么跑掉，我肯定会跟它当面对质啊！这干嘛呢？你说的，你跟它重逢了？哎，你刚刚不是说？ 杨哥，没事儿，我来保护你。这正常情况下，我肯定是还不害怕的，但是，但是杨哥，你看他，他耳朵是立起来的，他是他疯狗。不一定啊，我刚才情绪还挺稳定的。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是吗？那怎么办？我们。 要跑吗？我保护你，你先跑，我来给你断后。杨哥，你这么快就跑啊？你等会儿，杨哥，你怎么跑这么快？你不让我先跑吗？可是我还没做好准备呢。我怎么还能等你做准备？等会儿，这是狗打墙啊！不是，他有战术。 你别急，我有那个防狼喷雾，我喷的。给我！等会儿，你帮我拿一下，我看不到了。杨哥，他来了！没，等会儿，马上。来不及了！哎，你能不能扔准一点呢？ 他应该没有疯，疯的应该是咱们俩吧。杨哥，我觉得你可以把我腿放下来了，麻了。 哎呀，对不起，哎，我，没事吧？没什么。走吧。走。等会儿。啊。你说，两个女生牵手是不是挺正常的？是啊。一男一女牵也还行吧？是。但是我们两个这样牵会不会有点，像，俩兄弟，是吧？ 是有点奇怪啊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不松手呢？那你勾搭我呀？哎，你抓的我呀？哎，为什么不把手打开呢？你为什么不松开呢？你把手抽出去。我，哎，你行不行？这样，我数三个数。行。3、2、1。嗨。 手缩的比含羞草还快，还说什么兄弟呢？你说现在城市公共做的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有疯狗呢？就是因为你错误的判断，导致我可怜的口红报废了。 还有你的补妆气垫。哎。
不是你，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？你踩我脚了。转账5000。啊？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2000了呀。哎，就你这逻辑去做技术面，就这样会商还能做个评测第一，拜哪家佛啊？那我也去拜拜。完全凭我的实力。哎呦，还好真的不是个头啊。不过你说的对，实力很重要，要不然我的公司也不会这么如日中天。哟，光天化日就这么不要脸呢？光天化日见真知。我告诉你，你说话这么飘，你走路会摔跤。因为我是你吗？习惯性崴脚。我怎么可能？哎，没事吧？你真崴了呀？哎，别动别动，我走。哎呀，好痛好痛！你扶我一下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干嘛啊？兄弟，不是这样很奇怪吗？不是你，练功你是人吗？你有没有人性？你自己听你这句话，哎，矛不矛盾？不是你。你去哪儿？哎呀，焦师爷来了来了，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给你个棍儿煮着。什么意思？棒棒糖。哦，棒棒糖。行，你少得意，你等着瞧。可以啊。杨哥，你稍微慢点，要我背你吧？你不用啊，我不是棒棒糖吗？啊！哎呀，我错了，棒棒糖，我背你，我背你，背你。